我是刚刚你也喝到了113了。10月27号，高雄捷运高雄火车站。9:50，出发的是土小港。到小港了，高雄线刚刚的时间，车号是115。应该是115，多少钱？好，民生门。现在在美丽岛，美丽岛。算了，反正要有时候遇到这种，我就没办法到。就是要问的，跟他去的地方不一样。好了，下一站美丽岛，好久没回来美丽岛。可是还是选天意上绿岛，没办法，对吧？原本想说选三温暖，我想算了，我懒得再移动了。9:51。美丽岛，美丽岛。美丽岛，美丽岛，美丽岛，我们杀富了宝。开车门。没有没有。啊，完蛋了。哦，011啊，土小港的高雄线刚刚是这样。关闭车门。现在。好，对啦，15啦，215，215车号是哪个？转换月台啊，往西子湾。这边往这边走。好，拜拜，再见喽。那在美丽岛，9:52，12:07。台色橘线以及红线，高雄捷运红线。好多高雄人在地的，是吧？现在赶快去市议会了，对吧？然后之后就要吃我的晚餐丹丹汉堡，来高雄第一餐竟然是丹丹汉堡。哦，西子湾。这边有一个转换乘，那跟那个松江南站蛮像，对吧？都有一个转换乘，所以今天晚上不会迷路啊，对吧？那明天我要转高雄车站，就还蛮快的啊。那个转换乘就可以，西子湾的月台。好了，那个刚刚我小明跟妈咱们坐坐电到九点，9:54，12:07。那个这次再见了，拜拜。